嗱 ，Debbie 唔好成日怪我，唔带你食好嘢啦。今日终于带你嚟旺角叹好嘢啦。同我两个人撑台嘅咁好，点解要嚟旺角先？因为旺角有靓煲王，知唔知啊？靓煲王除咗打边炉一流，啲小菜仲好掂噶。嗯，咁正喺边噶？仲快啲跟我嚟行啦！大家沿住旺角港铁站 C4 出口一路直行，见到街市之后，见到桥底十字路口，转咗行前30步，咪见到靓煲王咯。Debbie， 哇！啲生菜花咁好食，知唔知入面有咩香料呢？你考我唔到嘅，泰式香料啊，通常咪就有金不换同埋薄荷叶咯。今次咧特别之处系啲香料全部自己种噶，咁样好 organic 咯，所以咪咁好味咯。咁要食多啲先得啦，食多啲仲要食埋个椰香鸡，都系椰香。嗱，呢个椰香咧有咩咁特别呢？第一，泰式炮製傳統方式。第二，啲雞咁滑係因為加咗啲椰汁，特別野味啊！啊，聞下先，真係好香椰香味喎，好香喎！咁快啲食啦！唉，食到好滿足，好飽嘞！咁快又滿足又飽，仲有個冰鎮果盤喎！哇，見到前面呢個咧，好精緻，好靚啊！嗰盤，你知唔知咩嚟嘅先？佢呢嚿？唔知啊，佢面頭呢個咁得意嘅，我咪可以試噶。你試下。但系厨房话俾我听系秘密，唔可以讲噶。呢个好好食啊！大家快啲嚟试下啦。Debbie 啊，靓煲王除咗好嘢食，仲有好嘢应我哋 MIHK 嘅订户啊！我梗系知啦，而家只要上嚟香港制造网络电视订阅我哋一个月嘅低俗频道或者两个月嘅啤梨漫步，我哋就会送你100蚊嘅靓煲王 coupon， 送完即止噶。唔单止啊，或者嚟 MIHK 网站以70蚊就可以买到价值100蚊嘅靓煲王现金券啊！哇，咁抵啊！仲唔快啲嚟？快啲嚟啦，或者会撞到我哋添啊！靓煲王的所有小菜供应期就去到10月31号咋，之后就做翻打边炉噶啦，所以大家要食靓煲王的小菜，仲唔快啲去？